你要变成什么？我要把从坦克车变成，还要变成一台机器人。哦。我觉得大概你是要弯下这边弯下来答对了。你这是几盒的？一盒还是两？这个就一盒。你那是一盒。我刚做的那台机器人三盒组起来。啊，你做好机器人了吗？我已经把它拆下来了。哦、我不想录。还要再做一次吗？而且我要把它直接。你想再做一次吗 ？OK。而且我很会变，它那个什么，它很简单就可以变出来了，超简单。简单的要命。坦克车变机器人啊、哦！嗯，我的是机器人变一台跑车。你是三盒是哪三盒？哦，这个小盒的，这是飞机，对不对？还有这是什么？哦，小狗。还有一台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跑车，赛车的，赛车。赛车啊！赛车，三盒可以变成。哦，这里有写，三盒这里有写，这里有写三盒可以变成这机器人。哦，把它对焦。变完了。啊，你变完了。变完了。变成一个机器人。你的是哪一盒啊？你是这一盒？摩托车。摩托车。哦，这个摩托车的是不是？它可以变大炮，它装着大炮、哦、刚刚变成摩托车跟机器人，还可以变摩托 车。哦，一台一盒，然后可以做，可以变三种，做三种东西啊。它原本就是那个什么，很酷啊。它原本是那个什么摩托车，现在可以变坦克车跟机器人。哦啊，明明你的三盒变成我那三盒可以三台战斗陀螺，没办法对一下，哦有对了，三盒可以变成一个机器人跟一个很大的，那是赛车吧？是不是赛车？这边写的说的是赛车。明明你坐下，看看这边可以变三盒可以变成。三个战斗陀螺，然后你赶快变啊！我在等你啊！我可以变成一台，我现在还在煮哎、欸哦。要很久吗？要很久。要有一点时间是不是？嗯。好。我变回来了。你又要变成一个，我要把它变回来。你又要变成一个小坦克车，恐龙，一个小恐龙坐在上面，一个小恐龙坐在坦克车上面开大炮。一箭双雕。好啦，那你慢慢做吧。好。说拜拜吧。拜拜。拜拜。